胆儿挺大，是吧，小叶子？啊？这里面因为养，不是养鸡吗？因为待会闻到一阵一阵的鸡屎味儿。这个地方啊，养鸡真的是挺不错的，自由自在，他们还得还可以往树上上，然后这些横的树干，晚上的时候就在上面，也给他们搭了那个鸡盆，这就是给他们搭的鸡盆，晚上他们要上架子。菜园子的全貌，不过被这片包谷给占荡掉了。看，这就是在这个树底下乘凉。这就是生活的还挺舒服的。这棵树底下前几年会有蘑菇，因为这旁边有个渠道，原来后来没有了，它蘑菇因为需要潮湿嘛，它就没有了。小鸡儿吃食，这家伙病了，然后单独放在一个地方，因为鸡这个东西它也比较奇怪，遇到这种就是比较弱的鸡，它都会欺负它，就把它单独拿出来了。看见没有，现在蚊子上来了，到晚上的时候蚊子更多。来摘草莓，现在都结了小的皮。哦，这就是草莓。嗯，你不知道。哦，这个结的长得很。我认识。结了好多，现在都天一热它就不结了。那咱这来去个米摘的，它就烂了。吃过了它就烂了呀。哎，没有得养饭。你看太草莓了。少吗？前两天多。你看它有点都烂掉了。我们来的菜不赶巧了吗？都没有了。你每次啊，你们每次来的时候呢？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刚好是就是最少的时候，七月份热吧，它就不结了。你看才开花的时候。哦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啥都没有。